得很扎实，但是二垒手挡下来之后，这个球落得比较远，所以岳东华也敲出一个强袭安打，站上了一垒。短棒点，三垒手出来接，最后选择哟，传偏了，没有抓到出局数 ，OC。赫雷拉这个时候这个传球传偏了，短棒继续摆出来，哎呀，还是点成了界外啊，所以是自动出局，遭到了三振，一翻两瞪眼，关键的投打对决九局下半，满球数，这球。这次是有出手啊，所以是遭到了三振，两出局。二三六跑者这球打击出去，田泽自己拦截下来，再传一垒，第三个出局数也出现。